咱拍开171了吼，迄、那个经文搁念一遍。福处欢喜地菩萨摩诃萨，超无福地成如来家，住平等忍，初无上地教性义体，一向平等，非常无常，断诸无明，灭三界贪，未来无量生死，永不生故。大悲为首，起诸大愿，无方便地念念修习，无量圣行，非正非不正，一切骗学故，非诸非不诸。向一切地故，行无生数，魔不动故。离我我所，无报为故，无住他相，相化众生，住在原力。生住净土故，善男子，处处各地，非如非地，非有非无，无有二相，方便妙用，非道非诸。非动非静，日日自在，无如水无波，非一非一，地气诸波罗蜜多，亦非一非非，亦非一一，无数阿僧祇劫，满足修习百万行愿，此地菩萨无三界心，定不着心。由随地力以愿成果，念念相行，谈破了彼得，布施爱意离行动事，广大清净，圣念安住，饶益众生。那么咱前日都讲到对呢，讲到迄个个解说篇，解说这本173页哈，咱都要讲到迄个处向一切地故。行无生死如故，明理性不为烦恼。今日解释到这，对不对？是哈、哦。啊，即卖下面就讲不为烦恼，我闻数及天魔，即个烦恼魔，我闻魔、死魔、天魔，就讲到初地菩萨的即个个摩诃萨吼，初地菩萨的摩诃萨。伊未受着烦恼困扰，也未受着我闻困扰，也未惊生死安尼，无惊生死啦吼，因为初地菩萨咯，伊家己本身原来会当运作啊。啊，咱凡夫吼是有足侪无可奈何。诶，世间有一句话叫讲：壮志未酬身先死，中树英雄泪满襟。都发大心要做大事呢，唔过性命够啊！哦，迄就是死魔，迄咱凡夫无当脱离，但是菩萨会当。啊，这个天魔得跟主宰天的这个破损，啊，主宰天的破损就是，你啊就是讲魔君当初吼释佛陀成佛的时阵，你啊就讲魔女啦、魔君啦去甲干扰，哦，啊，到尾破损卡无法度。破损较过亲身出现，啊出现仍然无法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个讲到这问题哈、啊、四项，啊但是菩萨有哪会红魔干扰啊？菩萨，都菩萨才会红魔干扰啦哈，啊那凡夫是无法度啦，人伊要干扰是要干扰迄个个有水准的，互伊未生得安尼，啊咱凡夫得啊个。他个家己个摇摆不定，伊那就甲你干扰，哦，而且伫只末了时阵是搁较严重个代志啦，是讲因为吼、哦，我有讲过，当初佛陀受魔王干扰了，魔王无法力，迄个佛陀讲一句讲老神在在安着对了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破损无法力了，甲甲放掉，甲佛陀放掉，讲我真无法力。白日啦，你的佛堂，我会派我的魔镜、魔女来出世，啊，穿你的衫，吃你的饭，啊，骑你的电动，就是讲骑你的佛师，啊，来破坏你的佛堂呢。就是讲，
假的来换真的就对了，安听好不？模仿的来换真的。啊，讲了佛陀目屎准流出来，讲若到迄个时阵我无法力啊，真正我的主题会受你影响，对了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甲谁讲过吼，即马出家的人穿出家衫吼，拢去办外道的工课，迫害佛法，出卖佛法。哦，迫害佛教安尼，爱知影啦。所以我前回都提醒啊，唔是穿这领衫，就是真真正正佛弟子哈。注意哦，哦，所以你即马甲想看到底是几个有去讲正经的话安尼？什么叫做正经呢？正确的经典叫做正经啦。啊，你甲想看几个讲正经话，人讲爱瞎妄法，出卖佛教。陷害佛法，吼、哦，即卖拢讲讲迄较济啦哈，90%以上，迄诽谤经教哈，即、这个就是破损，而且无惊无损来，听吼、哦。后来，啊，即卖即头前则有两句安尼哈，有两句，迄、那个个，172页的头前255所。这个就讲初地菩萨啦哈，255所无报为果，啊，无助他相，相化众生果呢。这么就讲摩诃萨的这个水准哈，但是这个我就是讲我执，啊个我所执啊呢，伊已经无我执甲我所执，所以伊无迄个个报位的心嘛，哈。啊，咱凡夫吼，凡夫执我，啊，甲执我所，所以这个身躯若去破病，就会惊。凡夫是安尼，啊，财产若去流失，迄、那个五所的财产，若去流失，伊就去惊。啊，亲情若去破病，爸母破病，后生查某囝去破病，伊有哪就去惊。啊，是讲后生查某囝去远离大家官，家己要搬出，伊嘛去惊。这个叫做报位心。不过呢，这个摩诃萨初地的摩诃萨啊，哈，伊已经无我甲我所执啊，所以伊就离开五种的报位安尼。好、哦，有无我，无我所也安尼哈。那么这句话来，咱来写一个哈。咱凡夫有五种的报位，那摩诃萨就无五种的报位啊哈。这句话吼，我正要抄解吼，对出自迄落个，出自《毗婆沙论》，啊，甲这《地法论》内底念。第一，不化。这五条哈，一般是拢安尼，一般拢有这个惊吓。不如话是讲话袂落啊，不如话哈。
这个内容是安尼吼，迄内容热热，等我用讲的就好哈，讲的就好。这是出自《白法论》，吼、哦，你无你甲写《毗婆沙论》安尼，毗就是顶冠就是顶字，下卡是毗去《毗婆沙论》，知影吼？《毗婆沙论》，什么叫做不外慧？就讲初发心的菩萨，吼、哦。虽然伊有个行布施道，初发性菩萨有个布施，但是呢，伊未当两力尽心啊呢，未当两力尽心。什么原因？伊未当两力尽心，伊恐惊伊直直布施出来了，到尾伊煞无钱通生活呢。安听哈？哦，这点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所以有去报证，一定有当修行；无去报证，当然你不当修行。你记这句话，在佛法内底里呢，一文施舍，万文修，唔免惊。所以这句讲，我若客想这出嚟，啊，到时感觉我较无当生活，我跟你讲，迄唔是你去想安尼。所以对不是你在想这样，但是这个呢，有很多人都没突破，突破不过，都会怕怕说我客想这个，我到尾我说没钱人用这样，但菩萨不这样啦，那真正的菩萨不这样，啊，初发心的菩萨会这样，啊，一种没发菩提心的人，更加没法度通去发布施这样。第二叫做妄名为，什么叫妄名为呢？初发心的菩萨利用啊来含众生同时涅槃，离开欲哦，啊含众生啊同时，迄个就是布施爱意利用同时啊来涅槃。但是爱注意一点，虽然讲今仔日我发心啊，要来含恁大家做伙。啊，含恁做是要为着要啥？要咧化达个。而且恁都有发心嘛？因为阮徛伫出家立场吼，那今仔日阮不是要去恁家，阮犯戒会让恁误会。恁只要注意一点哈，我若不是要去恁厝找恁坐，出家人袂使安尼做。这个叫做有无其事，不得已。恁有代志，阮无去恁兜，袂使安尼，阮靠去。啊，有一挂出家人是定个软俗家，伊心内有问题伫咧，心内有问题，所以伊就不是个软俗家。啥物问题？因为有人去请，爱即马就要去，有先无人请，红公先白白白，无人请家己来。伊为着啥？为着供养金。哦、所以今天就我现在要说、我们要注意、有必要我们去恁遐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因为不知道会批评，所以我们要撇开啦、我们要撇开。有一个男将他来讲堂请我三遍，请我不怕呢，伊干那讲无代志，讲来阮兜坐坐，啊就来请一挂车来请录音，啊就来，啊来阁无外久，伊阁来阁来，拢请三遍，请三遍了，伊甲讲安尼讲师傅，吼、哦，我即马无去做头路，我拢专门去修行，因为我过去做营造厂，我七代人食袂了，伊请我是要创啥？可能有迄个政府的心理安尼，但是我无去就是无去，所以因为爱和人讲，迄、那个叫做妄名。但是如果那是有必要无去，伊个袂使，啊，唔过人唔知爱批评，是变去到随风，迄路总已经请做这边啦。啊，拄啊，家人要办百官斋，家总去随风，但是伊为着啥？伊为着讲，这个上朝法师，这个、大法师，我请来，伊就是要甲厝边隔壁表现，
啊，我都不得已，我就去啊。去了吼，好，伊叫叫，还是叫两块刀啊。啊，厝边隔壁叫差不多四五十个来供养安尼。我底下心内真感慨的，得感慨哈。我想今日安尼无啥通，所以从今起，若无代志，我就无去恁家；有代志，靠你去恁家。所以即马即个问题是要讲安尼哈，我正甲注意讲。有阵含众生要动事，要含伊做伙，也要劣化伊。可是呢，会入到迄个次数内底吼，会惊人诽谤。所以讲，既然为了要度众生，那有气，就是为了要度众生的。人诽谤我那不要紧，但是唔当不时特别去做在家众这样呢。安尼，迄个两种的心理哈，所以现在是讲安尼。所以这个呢，袂当伊那譬如讲。含在为着要劣化迄个人，啊，惊人讲点着，即个是初发心的菩萨。啊，那是摩诃萨是唔惊人讲，因为伊非常正确，非常正确，所以伊就叫做唔惊人批评恶名声呢。但我即嘛是讲尽量片面啦吼，因为安怎呢？伊唔捌批评法师，伊有那做一个真无好的考验安尼。所以尽量撇开，所以这句话就讲，那是摩诃萨，伊是较唔惊人讲话安尼；啊，那是初发心的菩萨，是较惊人加讲话，这个叫做妄名为安尼。好、哦，那么第三叫做四维啦，哈、哦，四维就讲惊死的意思。好、哦，是安怎讲呢？初发心的这个菩萨。哦、虽然可以运他的功大运用功大心，譬如说他有哪可以度很多众生、啊、他的身躯也施舍、啊、他所有金钱都施舍，这样来说，可是呢有时候、哦、那个施的财物和生命他有哪可以完也可以顾惜，譬如说他今天认得以一个出家人来说，我的金钱是由您来，由恁来呢，当然我是一定袂做执着，执着讲金钱看是要做方法，还是要见识，吼安尼。啊，若是讲有个人是讲惊安怎呢？惊讲伊阿个方法，啊若破病伊就要休困，伊惊破病过头疲劳死去安尼。啊，惊钱拢总奉献了，啊伊万一无通用，吼、哦、有个人是有这种个惊呀。所以他就累积这个财起来，好啊，这个灌顾伊的性命，这个叫做四维安尼，维系。好、哦，这种初发心的人，啊个有这种的担心啦，哈，啊个这款的担心，安了解哈、哦？啊，应该是唔免安尼啦，因为虽然度生啦，好、哦，虽然过生活，啊，虽然度众生，应该不要紧。你若到迄个台湾吼。哦有迄个台湾往生就随过来啊，所以无虾米会，迄无啥，所以这个初心的菩萨会惊死安尼。那么搁在一点，第二叫做恶道位啦吼，什么叫做恶道位呢？同初心的菩萨行去落在迄个三恶道林。那咱主人爱惊哦，这句话是谁讲？我爱惊哈，一般是爱惊，因为这个时阵呢，伊本身为甚物惊会落在恶道？因伊不善分别，即个正法、邪妄法安尼，伊无未晓分别，到底伊讲的这话是对还是唔对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即卖伊未当善分别，啊，当未当善分别，当然伊要度众生，就无迄个对治烦恼，而且会毅力通出来嘛。像今仔日出家人要来度众生，是一定爱。伊本身爱断除烦恼，但是教众生第一步爱断除烦恼，因为众生若是无断除烦恼的话，第一伊会阁做善业，第二伊旧业未消除，啊伊本身未用断除烦恼，干恶爸母，直直母，直直做，直直母。所以我咧讲吼，伫佛法内底，即个佛书吼有真无用，但是伊本身。徛伫佛法的立场内底，伊要断除烦恼，我那含人无啥啥，含凡夫俗子并无两样安尼。阿母甲教尾呢，伊系啊，伊迄、那个
迄、那个不显法，所以愈做愈济。啊，伊家己呢，所以变成未来对着恶道去安尼。所以我前次有甲谁讲过吼，现在家中有足济人会用布施，会用修改，但是伊毋是菩萨道，所以落在天上报，在家人。啊，出家人呢，一入不入唔对，所以出家人有真多是伫迄个地界门口去报道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多一定爱注意哈、哦。修行人无注意，真个袂使，到尾真真正正对着恶道，所以有恶道位。吼、哦，但是这个摩诃萨，伊是无五宝位的恶道位啊。不过这是个基础化性的菩萨哈。现在来齁，大众威德位。那么这大众威德位是说，初发心的菩萨有时尊以结集力的所在齁，同时他也能在众人的面前显解法义哦。齁，他也能初发心的菩萨有哪有人齁，但是他在那个大众看到一挂威严的人，伊就伫遐惊吓，惊讲伊胡乱在讲唔对个呗。安听，因为听众内底，伊就讲哦，啊，这个啥物人惊个要来听我讲经，伊就惊恐怖起来。会安尼啦，这个叫做大众威德位。啊，是讲正面有一挂大德者，啊，则伊就比人后壁较慢出家的人。啊，就讲头前有几啊中老级的啦，啥物货啦，啊，即伊恐惊话讲唔对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就内心就惊吓起来，啊，即愈惊吓，伊个愈唔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是有一种人，伊本来，即个当然有迄、那个有迄个威严威仪吼，即、哦、那是修法有相关啦吼、哦，这是事实啦，但是总是袂使互地主敬而忘之啊。地主若是经济万事吼，哇，到尾拢总含地主拢假冒嘛，啥物人嘛袂含你接近。但你去想看嘛，我嘛会甲恁问，咱会含恁嘻嘻哈哈的啊，会袂恁想会袂？吼、哦，会含恁讲笑，不哩个拉稀的话是足少加讲，有些嘛有可能跟你们幽默一下呢，吼、哦。所以事实讲唔免惊啦，但是即句话就是讲。在大众中，吼、哦、会惊吓，迄、那个叫做大众威德位安尼。啊，有个人是看到真济人，我哪会惊？但是这个菩萨，伊本身就已经无这五种的部位啊。啊、哦，吼、哦、安尼看就知影哈。即马佫再来，因为伊对家己的身躯，啊，家己的周边的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伊拢无惊吓，因为无我所。那么无住他相两句话。吼、哦，下面吼、哦，无住他相，相化人间，相化众生吼、哦，就讲伊个化度众生，吼、哦，伊无住着，无执着，迄落个我啊甲众生，无灵化所化，就讲无我个度众生，无众生互我度，吼、哦，伊无喜欢呢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无住他相，甚至呢，伊会当相化众生啊，因为伊无执着讲我说法众生闻法，我令度众生彼度，伊无安尼想。要注意一点吼，所以唔该当相化众生。但是即马下面即句住在原力两句吼，就是随所愿，吼、哦，即来即讲，吼、哦，生住净土国。那么这句主宰吼，我先甲注意讲，因为这个菩萨有五种的主宰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伊的愿力、愿心安尼，这个吼、哦，注意看一下哈。这个主宰愿力，就是愿力主宰，安尼来甲讲哈。什么安尼哈？大宝积经。不过这有那咱来学的啦吼，学个自在啦哈，学个自在。不过自在不是迄个皮的自在哈。
唔对啊，皮皮皮，迄查拉红掠去伫派出所，离婚不能叫假，啊个人偷鸡安尼，迄、那个记者念啊，记者加念啊，一个偷鸡，迄实在是有够搞明白的主宰，迄毋是主宰哈。好、哦，即卖来咱来讲菩萨，因为菩萨以彼地相闻，第一有智慧，第二伊发大慈悲心。但是伊皆行万行安尼，哦，所以个寿命来受生伫即个人间的中间吼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伫人间中所有的运作，生命也自在，运作也真无碍安尼。那么是第一，就讲寿命自在，因为菩萨成就发心的慧命，发心慧命呢，但是伊。哈、哦，了无生死夭，哎，寿夭。但是伊会当延万劫，不累中。但是一刹那，伊嘛未感觉地安呢。我咧讲哦，这个摩诃萨哦，伊远离死亡啊，对不对？咱凡夫无远离死亡，三贤位的菩萨。无万里死魔，但是即马结讲即地吼，就是初地菩萨啦，伊已经万里死魔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欢喜地初地菩萨，伊万里死魔，伊的生命要延长加一劫也会当，伊要随出世啊随完结也会当安尼，随出世伊要随完结也会当，所以。伊用着真济方便来度脱有情，但是呢，伊随机实现生命长短。吼、哦，譬如讲，伊今仔日要来去他方的国土，卖讲他方啦。譬如讲，伊今生释迦牟尼佛实现伫咱这个人间哦，伊要实现八十年就八十年。未来弥勒菩萨的世界人生的寿命是八万岁。安尼以后哪会当实现八万岁？安尼即个叫做啥？寿命自在。哦，啊，若是如果有迄个国土内底寿命更加长的，以后哪会当实现寿命更加长？啊，若是讲伫畜生道内底，连像迄土啊啦，佛道实现土啊啦，实现鹿啦、鹿王啦，迄就随迄个畜生道的几年安尼，啊，就结束生命。哦，即、这个叫做寿命自在哈。我咱凡夫袂同，咱凡夫即个叫报体吼，看咱前生啊，甲注定今生要活长，所以有时阵吼活袂到，即、这个活袂到的早死吼，我即马去甲你讲补充一块资料哈。我即个注意讲，不就咱人类先啦，有时阵会早死吼，即、这个我哪会知影即个？因为。咱即马拢有可能，咱即众生拢有可能安尼啦。第一，伊生命真，啊有真有个人是生命未当食到迄、那个，伊应该食几岁，吼、哦，啊受着外缘影响，譬如讲今仔日地震死，还是讲车祸死安尼，即、这个叫做外缘死去，还是讲去互人害死，啊互共死。啊，是伊作业来受着人称赞，吼、哦，这种叫做外缘影响当世。本来伊前生啊，甲延续甲今生吼，有像今生伊报还未到，但是伊今生做恶业，他造成今生随时报安尼，这个叫做外缘死安尼。吼、哦，今嘛一定要注意这点。吼、哦，这个对伊本身的中间，对伊家己。真无照起讲啊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叫做由这个个命真死甲外缘死安尼，吼、哦！伊家己无通控制，因为伊做个有先东西随报。你个想讲，啊，有个人做个了，去感觉关掉咧，啊，到关掉伊郁卒，啊，就自杀死嘛。吼、哦！伊若卖做个，就无这种现象。所以这个世间有几种的死，有四种的死。
我先甲注意讲一下，安怎四种的死呢？第一就是讲受尽财不尽死，伊的受助已经尽啊，可是伊的财产还未用了，安尼叫做财尽，这个叫受尽财不尽。有一种人是财尽啊受不尽，比如伊今生今世打拼，啊种伊是让人放好伊的，伊甲开了啊，开了，不过伊的生命还未结束，所以就做乞丐呢。后边个落魄，即现实的人生都即个问题，即个叫做啥？财尽收未尽。有一种人是财尽，啊收有哪尽啊呢？伊开价了多死了，啊开价了人生命都结束。有无？有种人有无？因是当放好业啦。迄、那个较早屏东李港吼，有一个青年，因是人放几百家的残花。啊！人家讲这个夭寿啊，头三等就开了。伊讲我反正钓未钓啦，两年半大概开了了。安尼又有钓，又无钓就钓。但是伊到尾吼，开了阵分，啊分无几，分无几个月，到冬天阵寒死伫街路里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财尽寿也尽安尼，阵寒死伫街路。吼、哦，啊！真现象个都这种个人啊。那么第二有种叫做修不尽啊，财不尽。按照讲，这个修不尽，财不尽。譬如讲，伊今生伊过去福报，啊，今生这个生命，哈、哦，真长真长，啊，真长长到尾不得已结束。不过伊的财产啊，个伊的福报啊，未了，伊来世搁再来出世做这个第二代啊，第三代这子孙啊呢。啊，佮再来继续延续伊开伊应该开的福报，伊迄个财产啊。这个当然就是有一个布施以及奉献，佮造成两种的这个修等啊，佮伊的财等啊。所以布施兼奉献，伊伫人间世吼，绝对有真济好的这个好因缘。哦，这都有这几种的问题的，来我佮讲一遍哈。这是出自阿毗阿毗耽毗婆沙论安尼吼，含谈到我写的那本小乡下，修尽财不尽，所以伊这修尽财不尽，就是喺财产佮放咧互别人用，安那无得国库充去安尼，国家佮充去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二个财尽修不尽，吼、哦，财产尽啊，但是后壁是安尼叫做乞丐，生产物品。那么第三个修真财真死安尼，吼、哦，修啊真财啊真，都开发了准是煞人死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第四有种修不尽，啊个财不尽。所以咱今嘛，咱今要甲咱讲哦，菩萨伊寿命也当延续，不过咱凡夫的这个寿命吼，随业力转，有先当世做当世报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搁再来哈。第二就是生主宰，生的伊来出世，因为伊摩诃萨为着要度脱众生，所以有大慈悲心。大慈悲心了呢，伊会当随类受生，哦，随类同随乐处啦。譬如伊今仔日需要去天上，大海天上的天人，伊即马就去天上，所以伊即个生主宰。有时伊要来咱即个人间哩。哦，而且买来出去做人道，这个人生，啊，这人生看几年，那么伊就照安尼去。释迦牟尼佛伊来到是伫咱这娑婆世界，所以伊现八十档安尼。哦，这是随类受生，非常自在。哦，这叫做啥？生自在，处在天宫，不过伊处在天宫，未欢喜天宫的快乐，处在人间的苦报内底，伊嘛无苦。哦，伊不累苦。佫就是落去地界，譬如讲今日地藏王菩萨伫地界，伊嘛不离苦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伊生住在安尼。伊天上乐，伊也袂感觉快乐；人间的苦，还是讲地界的苦，伊嘛无感觉苦。迄、那个叫做住在安尼，生处住在啦哈。那么第三叫做业住在，因为菩萨伊本身到这个个欢喜地啊哈，还是讲摩诃萨，因为伊。万行故作，万行就讲万德故作哦，所以伊本来当彼地相闻，
伊会当现神通算妙法，啊、哦，或者伊会当入禅定，伊嘛会当修苦行，安了解吼、哦？所以伊所做即个行业吼，绝对袂落在即个木业内底，所以伊身业自在，口业自在，意业无哪自在安尼，即、这个叫做业自在，吼、哦，任何拢无看开，伊绝对袂唔掉去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地是叫做觉观自在，讲初发这个初地的初已经觉证无生法，迄、那个叫做刚啊，有觉心有智慧，已经达到无生觉。但是现在从伊的禅观的行来这里，伊这定境，有哪会当升起的这个利益群生的这个工作？虽然有思维，但是伊已经离诸烦恼。伊绝对袂思维的世间，即个性向袂足完，伊绝对无安尼，所以伊会当远度一切众生，平等无碍，即、这个叫做觉自在。吼、哦，那么第五叫做众苦果报自在。吼、哦，众苦果报自在啦哈，即个是讲菩萨因为深信广大，伊已经修无量福。所以果报非常殊胜安尼，果报非常殊胜，所以一切所需要的呢，伊唔免亲像讲众生，阿要贪贵啊，就爱营业，但是菩萨唔免，哈、哦，菩萨唔免哦，真奇怪，伊若迄个福报，众生会供养，啊，做供养，众生供养，唔过伊嘛无贪着心嘛，伊来得出，来得出来呢。那像迄个上，迄为某个大师嘛吼，伊嘛做生意啊。不过伊做一个在家技术，伊无做生意袂使，唔必出家。所以即马来生意做了入伊就阁随散出去，散出去在当初即、这个吼迄、哦那个环境内底众生的需要，伊就出去啊。什么又不离啥对象嘛吼，吼、哦、伊就阁随散出去，伊嘛阁做贸易啊。吼、哦，伊那做便的买入卖出，买入卖出安尼尔。但是因为伊将苦甲果报自在吼，伊随贪，啊贪随搁在下，吼、哦，啊但是出家人吼，我只讲一个属性吼，有个人讲，啊恁咧大法师，啊人拢会甲你供养，啊阮这小仙啊尔，啊，啊阮若无来突破，阮无当生活，啊阮若无来讲办迄、那个。做到这个人出众的这个代志，我冇不当先话。他是在搪塞个人的责任。其实那是发大心的人，也是讲你真正如法修行哦，应该唔免有经济的，未绝对无经济忧虑安尼。因为真修行的人，绝对将苦果报自在安尼。有真正修行的人一定安尼。啊！你都出家人，有的人是供养蛮多的，这是对了哈。有的人，我跟你讲哦，咱结做法会安尼，啊，我看唔到足个出家人底下结突破嘛。啊，突破即本本的讲会坏，吐一波吐个五百块，安怎样？哦，你讲我吐波吐一波，啊，吐无五百块安尼。迄你都福报都轻微啊！啊，福报轻微就是因为你无实在修行，量天佛法无甲你讲嘛。啊，你若实在修行，你个深山内底，你慢慢惊讲生活来发生困难啦。吼、哦，迄个就是家己的福啦。啊，福足因为你都无含众生，啊，你过去都无实在布施啊，啊，你都无实在个内行，就即个佛法啦。当然，你在这物件就较少嘛。啊，了解吼。好来，今嘛接着就啥呢？自在了哈，这段是给甲咱讲，菩萨寿命自在、生自在、业自在、觉观自在、甲众苦果报自在安尼五点。但是今嘛这个愿力吼，我正甲诸位讲一个，这个愿力，因为咱有愿心，必定爱有愿力，这力、个、的力行的意思，力行哦，四方誓愿已经立出来，你也力行。你唔能讲啊！都立立咧，后出时都正即个因，后出时较稳重。我跟你讲哦，
当世当下即时安，一定安。所以这个愿力甲愿心吼，在地大论是有讲安尼。咱即马学佛的目标甲咱的理想啦吼，唔是为着自我解脱，一无学为安尼尔，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即个佛道，所以要成家进入到即个佛界，当然爱有庄严，但是事实讲，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，所以要庄严甲。为佛界，还是讲佛果吼，用这个代志非常大呢。吼、哦，因为法界最伟大的佛尊嘛，所以法界最伟大佛尊，咱要庄严到这个佛尊成就，这个功课，那是以释迦牟尼佛是一定爱福定两种的诸牛嘛，是不是？吼、哦，这个、我等下好写一个，这个叫做福诸牛甲地诸牛。所以跟你讲，你若是干那孤独要行，而且个功德绝对袂当成就。孤独行，你讲单独行啦吼。所以我你讲吼，即句话可能我来影响一下哈，一定要有强壮力，跟你斗完完安尼。爱注意这点哦。迄、那个大后天地台北北关斋戒。二工两百几个，甲咱庄严迄个道场，听吼，庄严迄个道场，搁再有龙天华给顾啊。所以咱今日袂当一个独立讲啊，我家己要做安尼，无可能，安尼无可能成就。吼、哦，所以除了咱独立无可能成就，但是咱一定要发大愿，有迄个大愿力开当。这大愿力，就是咱平常时去讲的这个愿心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大方世愿，一定要这大愿力。但这个大愿心要付出大愿力，因为要达到理想，佛尊的理想，你一定要大大去努力。你若无大大去努力，你无可能讲我将来要成佛安尼，不可能。因为这个不是伫口头上的一句嘴，所以即马这个问题，我那个甲大家讲一下吼。因为咱一定要有两种的诸牛古种。爱注意这点哈，发四方誓愿了啊哈，发四方誓愿了，爱有两种的诸牛哈，这个应该是有讲过较对。你爱不断，因为这条路吼要行真遥远呐吼，要行真遥远，所以咱第一出在宝积经，这是大地道论，即马即两种诸牛吼，因为这个租吼，就是叫讲物租，还是讲租租，吼物租还是讲租租啦哈。
因为猪的猪做，而且讲牛的讲牛性，哈、哦。那么这譬如讲，咱人有要来弯道哩，要来进行的所在，但是你如果那是牛性无够，可能你行到半路，半道你就退倒转来，所以一定要有猪牛。所以这个菩萨修行，你要见到佛果，坦白去讲的迄、那个哈。要成就这个庄严的这个佛界，就讲佛果，吼、哦，你一定爱照着佛家第两种的诸牛来资助家己。第一叫做福德诸牛，就讲布施、持戒、布施、持戒两项。因为你第一，你若去持戒，较袂造业；你若无造业，就无这个业力的干扰，你这条路就较平顺。要修行就较平顺，啊，若无咱有去作业吼，无修改作业，即条要成就佛道，即条路就绝对无平顺。那么下面迄段会讲到吼，迄、那个十善业一定爱固执圆满。下面迄段就讲到哈，所以甚至呢，吼、哦，会记住咯，你若是无固执，一切诸牛爱布施，绝对爱布施。啊，第二爱修改，因为布施你靠效仿。我坦白讲过呢，菩萨为什么伊的迄个叫福报无量？谈到迄个吼，迄、那个伊的果报无量，就是因为伊无入随出来呢。伊有过去世无入伊就出，无入就出，伊绝对无见贪心，因为见贪心有见贪会见贪苦报，所以这个伊过去。比如讲，做在家技术，伫十信类阿未入的进程，伊就开始拢阿未入的时阵，阿甲十信、十度、十平、十无去安慰吼，即、這个就开始伫个修复啊。所以即个第一，第个讲一定爱布施；第二，一定爱持戒。安尼开始会当得到福德尊呢，甚至爱搁在明如来见教。安尼因为迄个个有时爱了解哦，三千大千世界七不布施不如。是这个金刚经四句偈福德相比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深得金刚。那么第二叫做地德诸念，你得爱你本身哈、哦，心无杂念，勤求妙地，讲一定要好好研究如来见教，见教由戒而定，由定而慧，哦，将来可以当补足一切佛法，这个叫做地德诸念，这两项一定要补足，那无行路行未远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明天准好。好。